你怎麼拿著一個？你為什麼會有漂浮？因為我那個看人啊，壞掉了啦。你看一下。上面比較大。看呀。日本是一代油切纖維啊，纖維啊。可是不應該。它是有像阿羅貝拉那樣。阿羅貝拉有冒泡嗎？不要，不要開。 就拿去换，来，我喝过了，来录一下。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 Mandarin Centre， 现在呢我们买到了一瓶古道超油切，记者发现呢里面居然有漂浮物，不明物体。来，我们请镜头带到这边啊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漂浮不明漂浮物这个是什么样子啊，非常非常的这个诡异啊。这记者现在镜头我们来看一下哦，你看到了白色漂浮物。 哎，这个可能要给那个消费者基金会，我们好好的来检查一下。哎，我们看到后面这里啊，看到这里的漂浮物，漂浮。哎，记者现在人都已经过来看了。我看。你看，连三岁的小朋友都知道里面有漂浮。看到了。看到了哈。蓝绿啊。蓝绿啊。I am very hungry. Can you give me the money? I'll order myself. 那你去买。 清新点，香草、果茶，好，就尝这个吧。